Selina 前夫庄千仲被周刊爆出热恋隐性，之后求证女方确实在交往中，而且已经半年了。最近又有新进度了，两人是以结婚为前提在一起，也已经见过双方家长，对方长辈还大赞阿仲很爱家人朋友，是个重感情的人。这个 Selina 表示祝福啦。Ella 出席活动说跟阿仲联络过了，有好消息他们一定会知道。据身旁有人透露，阿仲觉得遇到对的人，再次遇到对的人，他手脚很快，甚至已经向影星求婚。事情就发生在本月初啦，阿仲鼓起勇气向女友求婚，表示希望早点成家生小孩，但碰了软钉子。影星认为两人才交往几个月，要谈结婚真的有点太早啊，这真的打中每个女生的心声。不过还是能感受到阿仲对于这段感情的认真，感觉不是玩玩而已哦。非凡娱乐。